前维吉尼亚州长鲍勃麦唐纳收回遭起诉。鲍勃麦唐纳和妻子由于不当收受生产营养补充品新科公司执行长老威廉斯的超级大礼遭起诉。这位共和党的星星还硬凹说，自己并没有因此偏袒老威廉斯，给他多余的好处。老威廉斯曾经赠送了名贵服饰与豪华旅游给麦唐纳，以求在生意上得到好处。麦唐纳表示他已退还了现金和礼品，并表示身为政治家绝不会说谎。鬼才相信他把那些好东西都退还了吧。